一个人请了一个钱，来，啊，再来呀。我们努。哎，可能是小东长得太丑了，得不到大家的喜欢。啊，得不到大家的喜欢。你看以前我做老板的时候，我多有格局啊，是吧？哪怕我亏钱，我都该干嘛我就干嘛，是不是？哪像一种啊，当个老板不好好当，每天在这个直播间，每天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直播啊。我本身就是主播出身嘛，所以说我直播很正常嘛。你又不是主播出身，你在直播间里面，你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直播，瞎嚷嚷干嘛呢？我真的是忍无可忍，说实话，真的。你骂我，你怎么骂我都可以，但是你败坏我名声啊，是吧？败坏我名声就不对了，知道不？人生在世，不就是为了一个名利吗？是吧？人生在世，不就是为了一个名利吗？是吧？我名也没有了，利也没有了，你把我逼上了绝路。来，家人们，咱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眼镜走一波，然后帮小的完成一下这个心愿单任务，好不好？说点开心的事吧。从此以后，我要成为一个狠人。啊，因为我发现，好人是最好欺负的。别人打了你一巴掌，你也不敢还手，别人就会打第二巴掌。坏人谁都不敢惹他，哪怕是个小混混。好人的话，谁都想欺负他，因为好欺负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人要善良，但是不能软弱，该狠的时候也要狠，不然你就会被别人踩在脚底上，是吧？在地上摩擦。感谢大家送来的这个眼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咱直播间现在呢25个眼镜了，总共是48个，家人们帮小东完成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谢谢吴雅姨，感谢米娜，谢谢红红，感谢大家。东帅哥晚上好，我可不是老板哟，我可不是老板，我只是一个打工仔。感谢红红，谢谢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。小东说点开心的事情。我开心的事情不在这里啊，家人们。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是扳倒我的敌人，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，是吧？有一些人啊，我一直忍让着啊，一直忍让着。我在直播间里面稍微给你点醒一下啊，稍微点醒一下，稍微点醒一下，然后我希望你能醒过来。真把我逼急了，小东什么事情也能做得出来。说实话，如果你要对付我，你还真不够格，你还真不够格。我有你两个证据，其他的证据我就不说了，其他证据我也有啊。我有你两个证据，一个在成都活花池，一个在成都武侯区啊。对，我就只说这两个，惹急了我会在所有的平台上面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公布出来。对，我这么说，如果有一些人看到了，他们应该是听得懂我说的话的啊。对，
我现在不想，我现在不想让着任何人了啊！我现在不想让着任何人啊！既然大家都喜欢合起来一起搞我啊，那就来吧！我看你们能不能把我搞死。我已经点的很明显了啊，希望你能做一个清醒的人啊，希望你能做一个清醒的人。对，我有的东西是在派出所里面的。你觉得我把你逼急了，你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，我也是一样的。你把我逼急了，我也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。大家都是头一回做人，是吧？你不需要让着我，我也不需要，我也不会让着你。我之前都觉得，哎，是吧？大家不要扯来扯去的，啊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如果大家，如果你一直得寸进尺，那不好意思。你让我失去了名利，那我也会让你失去名利。这样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人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这一年啊，23年到今年，让我成长了很多。让我成长了很多，也让我成熟了很多，也让我知道了这个社会的险恶，真的知道这个社会的险恶。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对，我经历了很多，真的，婚姻上的呀，事业上的呀，勾心斗角的呀，哦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我基本上该经历的事情我都已经经历过了，现在让我也让我做事情之前会反复的去思考一件事情，会反复的考虑这件事情。来，我想问一下啊，支持我的家人有多少？支持我的家人有多少？
啊，这个地方被打湿了。来，所有支持我的人，全部给我打个支持，我上个洗手间啊。来，所有支持小东东全部给我打个支持，我不希望是那种嘴巴上的支持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支持。哎，哎呀，哎，这个放哪里的呀？最终我却成为了那个坏人。人家都是名利双收，我他妈是名利双失啊，家人们，名也没有了，利也没有了，钱也没有了，是吧？名就是那个，面子也没有了。听说你复婚了，我复婚个屁呀！等我成功离婚那天，我一定会杀一头牛吃的啊！放心好了，家人们。记住了啊，一头牛啊，公牛啊，就是黄牛，大牛，有那个大角那种，非常大的那种啊，我一定会杀一头牛吃。到时候咱直播间家人们资助一下啊，都给我刷点礼物，好不好？只要是在我直播间里面支持小东的，我觉得都是好人。说实话，真的，因为他们知道小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志愿者。如果我这个人品行不好，品相不好，人品不好，我是根本就加入不了这个志愿者的，我是根本就加入不了红十字会志愿者的。而且我又是吧，梁山中农大使，乐商味道代言人，然后呢，我还上了那么多新闻，我还资助了那么多的学生，我还做了那么多公益，我还抗震救灾，是吧？什么发洪水那些我都在积极的，然后去做这些公益。我觉得作为一个坏人，我觉得是做不出来这件事情的。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真正的去做这些事情。当那个甘孜州是吧，甘肃发生地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小队也没钱啊，但是我还是把微信里面仅剩的10000块钱把它捐了出去，仅剩的10000块钱哦。我孩子现在吃着200块钱，200多一点点的奶粉，人家都是吃300-400块钱的奶粉，我孩子吃200多一点点的奶粉，说实话，我都没有舍得给我孩子买奶粉啊，买好一点奶粉，然后我去做这些事情，说实话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把这个小红心往上面点亮一下，咱们把林俊林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咱们来个双倍点赞，好不好？咱们来个双倍点赞，可以吗？咱们来个双倍点赞。
谢谢红叶，谢谢。对，咱们把凝聚力拿起来，双击这个屏幕，一直点，一直点，一个人可以点一几千下啊，一直点。咱们把那个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好不好？现在还没有双倍点赞，家人们，要500人同时点赞才能触发这个双倍点赞。现在还没有500人同时点赞，来，把这个赞赞点起来，把这个赞赞点起来，好不好啊，家人们？把赞赞点起来，来，咱们搓屏幕，把这个双倍点赞点起来。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双倍点赞，还没有双倍点赞。感谢我米娜阿姨，谢谢你送我来的定制跑车，谢谢，感谢阿姨，谢谢你一直以来，帮助小东，感谢你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手动点麻了，现在马上点到50万了，家人们。以前我们都是点到100万，现在连50万都很困难，说实话，家人们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唉，谁好谁坏，我相信直播间家人们都是长有眼睛长有耳朵的，我相信你们自己能分辨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必要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一直洗自己的人设，一直给大家讲我这个人有多好，没有必要，对不对？我好我坏大家心里面清楚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哇，50多万点赞了，家人们，56万点赞了。对，来，家人们，咱们把凝聚力拿起来，咱们把凝聚力拿起来，家人们，咱们一直点点点。小东，你脸怎么红了？我不是脸红，我是晒黑了啊，看到没有，我是直接晒黑了，请你们记住小东现在的这个皮肤。我以前很白的，是不是挺白的？虽然开了一点美白，但皮肤也不错。小东没上班吗？这段时间我们乐山公司有一个收尾的工作，所以说用不着小东啊，用不着小东。63万点赞了，家人们，咱们没有必要冲100万，100万还是有点难。一定要和吴志墨联系，吴志墨我们是朋友，家人们啊，吴志墨我们两个是挺好的朋友啊，虽然现在没有合作了，但是我们两个还是朋友啊，毕竟在一起是吧，合作了这么久。我今天晚上说的每句话我不针对任何人，我针对的是一总啊，啊，我针对的是一总。63万的点赞，63万的点赞了，家人们。哇，我这个眼镜还差一点，家人们，没有完成。我这个眼镜还差一点，眼镜37个了，还差11个，还差11个就能完成了眼镜。能不能给小东上10个眼镜？谢谢红红，谢谢。一个了，还差10个，能不能帮小东完成一下眼镜的？来，把凝聚力拿起来，家人们。感谢淡雅，谢谢红叶，谢谢。感谢陈妹妹，感谢我慧姐。